哎，你不能来，你不能来，你要把我手机搞掉了。Hello， 哎，快点分享直播间，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分享直播间，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快点，谢谢卡神哥，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快点，开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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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人们，开会来，宣布事情，宣布事情。哎呀，我这个痘长了好久了，我昨天去挤，又把它挤破了。哎呀，我的嗓子昨天是在休息了一天，怎么哑成这鬼样子啊？降温了，好冷啊！因为我发现穿这个紧身衣就没那么冷，刚刚穿那个空档睡衣冷的要死。四周年的事，对，开始四周年来，声音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哑了呗。怎么这么慢呢？这上人，昨天播了三场，把我流量又搞低了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这抖音真的是这个流量真的，你得掐着点来。抖音的流量掐着点来。我这个痘都长了一个月了，长了一个月了，上个月还是我生日的时候长的，到今天正好一个月了。没下雪，但是下雨。来，我开会，开会，开会来。哎，我觉得家里的灯就是好看啊，家里的灯就是好看一点啊，照出来人就是好看一点。开个灯再，开个灯哦。灯全开嘛，开个灯。看看，全。对，这样子亮一点。这是什么？银耳，银耳，银耳这么丑，你说要丑要，我特意熬的这么出胶的，哦，可以，你尝尝，汤啊，嗯，可以，今天的汤好喝，嗯，嗯，好喝，下雪了都，谁是我男朋友啊？不要乱说好吗？来，我们来宣布四周年的事。哎，我这样子跟你们说，这样看不到我这个痘了，这里还有一颗，看不到我的痘了。头发刚洗完，柔顺着呢。分享直播间，来说一下四周。夸夸夸！来。这样呗，说一下四周年的事啊，四周年的事来。嗯，说一下四周年的事。哪有黑眼圈？你看看，哪有黑眼圈？没有黑眼圈，光线问题。不要老说黑眼圈，黑眼圈，黑眼圈。不叫卧蚕，知不知道？卧蚕，卧蚕呢？然后。那个阴影一出来，他就阴影一出来就像黑眼圈。来，准备好去火，咋去火呢？炖的银耳喝去火。昨天我一般，我跟你说，我一般一休息。我就是挤痘，所以它会挤出很多洞来，要修复两天，要修复两天，嗯，两天后就好了。来，准备好，谢谢卡生哥，来，两万人上到两万人，来宣布事情啊，家人们，来，两万人能不能到，家人们？哎呀，痘痘多，那不是青春痘、美丽痘吗？哎，是不是？你见过，说明我们还是正常的这个年轻的激素。这些波仔还是年轻的激素还会长痘哦，还年轻呢哦，是不是？说明我们还这个机制，这个叫啥？
还青春活力，马上两万人了，来，我们宣布一件事啊，两万人宣布来，两万人宣布，好，两万人了，哎，谁给我发信息啊？不理他，直播就给我发，来，家人们。来跟东北说，你要宣布事情。东北哥啊，是啊，今天宣布，来，今天专门在小号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是，不要老发微信，谁呀？没看到我在直播吗？来，还在发，等一下给我，等一下我看看谁给我发信息，连发四个，等一下。我要被气死了，广告不知道谁跟我发个微信，连发几条广告，四条广告，等一下就给他拉黑。哎，刚刚谁送我礼物呀？刚刚谁送我礼物啊？11月，谢谢，18号，来来，做大了就亏了。哎呀，垮了也比你强，知道不？我垮了，我这小号也有快30000人啊，知道不？你在那说酸这些东西干嘛呢？我们11月18号是我们的晚上7:30，是我们的4周年啊，还给我发广告呢，我生气了，真的，我直接给他拉黑了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没喝完，没事，吃饭。来，11月18号，我们4周年，在我们昨天终于把所有舞台的事情，所有事情都已经对接好了啊！今天可以跟大家公布了。今天我们呢，跟大家说一下地点呢在哪里呢？地点，我看你们急死了。地点呢？下午卖啥？来个单品。地点呢，在我们大长沙，大长沙，要疯了，跟着说，在我们大长沙的这个，快说，大长沙，你们听过我们长沙有个景点叫做潼关窑吗？那时候去年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湖南长沙的旅发大会就是在潼关窑举行的。潼关窑是一个投资了好几个亿的一个景区，只是现在呢，就是某疫情啊什么啥的，就是其实经营状况不是特别好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就决定把我们的4周年放在潼关窑，然后因为潼关窑有非常多的景点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直播做融合。他们那边有那个打铁花，你知道什么是打铁花吗？就打铁的时候火光四溅，你知道吧？而且那边呢还有非常漂亮的温泉，不是喷泉，音乐喷泉，还有非常漂亮的烟花，你知道吗？远了点，那你就不去了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真的是，谢谢超人哥，远了一点，近了一点，你们说啥呢？你们不想去就不去，没关系，不要挑三拣四的，那就是愿意来的人，咱们就来啊，好不好？就在望城呢，离市区很远吗？对呀，然后我们会有很非常漂亮的个烟花秀。因为这个可以满足我4周年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啊。如果我们在室内的话，我们肯定放不了烟花了，是不是？看不了这种景点啦，然后打铁花呀，还有我们可以融合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。所以我觉得潼关窑非常适合我，非常适合我们做4周年。对，潼关窑，而且那边住的、吃的什么都有啊，也很方便。嗯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尽快，大家在粉丝群的话，怎么这个人气老掉呢？我一说完就掉了，你真的是，我还没宣布嘉宾呢，掉什么人呢？
没宣布嘉宾呢，还不跟我，你还不走还走了，你真的是，我还没宣布嘉宾呢，真的是，那不宣布了。来，然后我们尽快这两天在粉丝群，我们要报名了啊，我要统计人数，好不好？我要统计个人数，因为我要内心知道有多少个人宝宝们会来到我的现场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哎，门票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门票的事啊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我已经跟景区说了，我们的来参加我4周年的粉丝宝宝们全部不收门票啊，不收门票。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宝宝们全部免票啊，不会要收门票的啊，不收门票。冷就不来了，那随便你吧啊。而且18号的时候我看到天气预报是太阳啊，就是应该还好，不像这两天这么阴雨绵绵的啊，不像这两天阴雨绵绵的。我们那个18号是太阳天。我的粉丝宝宝们不要门票啊，别的人管不着，但是我们家宝宝们不要门票。谁说不要门票啊？要60多块钱的门票呢？谁说不要门票的？那可要门票的，本来。那里好偏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偏不偏？我觉得是，也在长沙市区，离长沙也就40-50分钟吧。你们从机场，我们到时候呢，我们宝宝们报了名的，我们会安排车辆。统一有车辆在那里接你们去那边啊，好不好？会安排车接你们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你就算在机场也好，或者高铁站也好，你去到市区那不也要40-50分钟吗？对不对？你老跟我说偏不偏的，说啥呢？真是偏不偏的。爱你的人，你看我们家宝宝们，爱我的人，我去到天涯海角啊，他们都要会去看我。不爱的人的就是借口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是说大家每个人都必须来，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工作呀，或者家庭呢，肯定有很多事儿啊，就是能来的话咱们欢迎，来不了的没关系啊，咱们在线上陪伴我也是一样的啊，肯定必须接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会按那两天，我会那一天我会安排这个那些车辆来接送你们啊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怕不方便啊啥的。好吗？怎么报名？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报名。有什么条件不要门票？不要门票。你一下把我问懵了，一下把我问懵，这不就到10000人了？你不去不去啊？你还不是我粉丝，你还来不了。嘉宾确定的是，现在嘉宾确定的是有3位确定的，还有几位我还在沟通啊。我昨天想到几位，我觉得再沟通一下。确定的是多少级可以去？我觉得只要是加了灯牌的都可以进来，我觉得啊。加灯牌的都可以都可以给你们免门票。免门票可以进来游玩啊干嘛的。我觉得潼关瑶怎么说呢，还是其实做的挺好的，真的做的挺好的，只是他一直我感觉没有，还没找到一个时机，这个景点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确定的嘉宾有3位啊，3位确定的，一个是白小白老师，一个是小白瑶老师，还有一个是冯提莫老师，啊，3位是确定的，就是他们3位，就是我跟他们发微信，我跟他们说，18号有没有空啊？想邀请你，他们就满口答应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满口答应了来，我就是挺感动的。其实，这3位是确定的，但是还有，我决定还再请3位，但是我在想请谁，我在纠结，你知道吧？
纠结。刚刚那位灯牌都没有的问我鸡排报不报，不报。真无聊，发现了吗？确定的这是三位啊，他们就是这种，一问他们就满口就答应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小鬼的话我在沟通啊，因为上次我们聊了一下，然后就是聊了一下，小鬼就跟我说，他说，哎呀，唐毅姐姐，你看看我需要做什么，我怕我去了，我万一帮不到你啊，我们所以还在沟通，然后我这段时间又忙，一直没有跟他沟通，然后花姐的话还要确定她的档期有没有空啊，花姐要确定。我的脸咋了？烂了。然后这三位是确定的，他们已经满口答应了。我们再看看，再请了三位啊，再请三位。我觉得，就怎么说呢？咱们明星的话，就是那种不直播的艺人的话，咱们看看吧，啊，是不是？到时一定很热闹，我也觉得。海拉木老师因为档期的问题也来不了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哎，珍姐。哎呀，这个大豆，我们不要再说大豆了，烦死了，真的是一天到晚的，我真的是天天说我的豆。我尽量请还是请才艺主播吧，就尽量请才艺主播吧。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，我不想请的人太多，你知道不？如果请的人太多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请很多很多的艺人过来，但是如果请的太多的话，我觉得就失去了这个跟粉丝们、宝宝们沟通的这个那个啥了。我就请他们过来嘛，就是有一些亮点，但是我不想就是一直好像很热闹、很吵杂，然后也大家我的粉丝宝宝来现场。然后也没有跟我多听我唱几首歌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庆典肯定是我要多唱歌，要多露脸的。如果我请一堆人过来，然后啊都是一个个你们唱，那我粉丝宝宝过来看我啥呢？是不是？就在我心里我是这样想的啊。我知道我有很多优秀的主播，但是我真的请不了那么太多人，你知道不？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粉丝4周年嘛，是跟粉丝宝宝们陪伴我4年，我觉得是一个成绩单，是我的一个成绩单，是我的一个成绩单。然后我觉得是要我要多表演，是吧？多跟大家聊聊天啊，就是那个啥，多单口相声。你们粉丝宝宝有想要一起表演的节目吗？或者我们一起来一个节目，粉丝宝宝们，啊，今天来后湖直播吗？来，风里雨里我都去，后湖不见不散，今天晚上7点半。你爱办的节目也是成绩单，那不行。那如果全是一帮嘉宾在表演，我在那做主持，哎，有请这个唱啊，唱来啊，哎，有请这个唱，那我这干啥呢？这4周年啊，对不对？我要用新的来给你们做节目呢。不拿掉，他们就说我那个啥，说我长痘。我要很多优秀的主播呀，大
咖呀，我没有邀请，是因为我觉得不能邀请太多，你知道不？邀请太多的话，就乱套了，家人们，就乱套了。2000公里过来看你，你看，这是我老铁子。你亲自打铁花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打。你们看打铁花没有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什么是打铁花？谢谢田雷，感谢。我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是打铁花啊，这是个非遗项目，也是打铁花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看到没有？打铁花超好看，打铁花，哎，打铁花呢？打铁花来，打铁花，打铁花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哇哦，火光四溅！哇，打铁花，看比烟花都好看，是不是？这打铁花，谢谢告别昨天，打铁花。对吧，嘉宾不能太多，我知道，哎呀，如果嘉宾太多的话就乱七八糟的，你就一个个安排他们上场就完事了，你就是让别人来表演了。想打人气票不？嗯，人气票不知道能突破几万人就立呢。漂亮，不会烫到的，我们离舞台离那边有点距离，嗯。直播间比烟花还好看，嗯，而且我们这次也会有非常漂亮的烟花一起融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我还在想的是，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我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我还在想，因为我都是我在想节目，我有点想不出节目了。打，必须打。吃饭了有没有，珍姐？哎呀，他听了听不到。有饭吃了吗？来一下下，我给他菜包吗？谢谢天天天，点赞2亿，哎，还点赞2亿，天空之吻，感谢。哎。对，人气票咱们还是打一打吧，4周年还是打一打人气票吧。去年的话，哎，3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气票助力有10几万人助力吧，去年是不是？是不是有10几万人助力啊？谢天空之吻，感谢。去年多少人助力啊，家人们？一笑，感谢。今晚是在后湖，对的，在后湖。昨去年15万人助力，今年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助力了。今年如果能到10万人助力，都已经很厉害了。今年很难喽。今年10万人都很难喽，很难喽。那个小目标10万人，定个哎呀，把那个门关了，再关一下，嗯，对，今年能到10万人助力我都知足了。你看看今年多少还有多少10万人助力呀？是不是？今年能到10万人助力我都知足了，用几百个无人机表演。可以考虑一下，但是现在我一个人想节目，我有点想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小目标10万人，今年6万左右，那你都看太看不起我了，6万人不止。
六万人不止，我觉得。啊，感觉只剩到六万人，我现在好少上五万人呢。这段时间没有上五万人助力了。有五万人助力都不错了。什么给你带螃蟹什么意思啊？抖音百花开放了，是的呀，抖音一直是这样子的呀。突破自我，关键太冷了。节目只能我想啊，家人们，那节目只能我想。我今天没请那个外面的团队，就自己搞，自己搞。所以那个节目好不好看，你们也得给我看下去，你们也得给我看。哦，对，主要是以前有那个免费助力人数，对不对？今年没有免费助力人数了，今年没有免费的人气票了，都是要付费的，所以是比较难的。是是是是是，这点不一样。以前免费的呀，大家可以只要加灯牌的，免费的丢一丢就行了，不要花钱。带醉螃蟹，我也喜欢吃螃蟹。小白鸭会来，嗯。我要吃饭了，我好饿。我要吃饭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汤啊？鸡汤。我这个板栗鸡汤，板栗鸡汤。这鸡肉怎么这么大一口？那也需要一毛钱的，对吧？就很多人没有那一毛钱呢，不是，很多人不愿意给我出一毛钱，怎么办呢？完成小目标，什么完成小目标？没看到。周年庆，11月18号，对，是新华联潼关窑。潼关窑只有一个吧，全国应该一毛钱还是有的，那很难呐，打一个亿的人气票。去年以前你看今年有多少人能破亿的人气票啊，人家说的容易哦，以前有免费的还有什么的，现在没有啊，都是要真金白银打。八童回来呀，八童不过两天回来了吗？我已经充好抖币了，还有好久呢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今天11号，还有一个星期，哇哦，好紧张哦。一个亿的点赞我觉得是轻轻松松啊，看看能不能突破极限，我们最高的是1点几个亿啊，多请人气会到50万。呵呵，破亿本来就要靠付费的，真的吗？旗下团队一起努力，应该能破10万。我也觉得，主要是今年彩虹糖的所有主播崛起了。我不想请外面的主持，我想自己主持。
你炒股吗？不炒，我都不搞这些东西啊。自己主持，嗯，要旗下主播主持，我们旗下主播都很优秀，我觉得。嗯，多多看的可爱，不行，嗯，不要这样。好饿啊！为什么还没饭吃哦？酸的呢？评论区怎么这么多酸呢？我吃个鸡爪要被你们说，我天哪，太难了。谁吃不起一个鸡爪？直播地点在潼关窑，长沙的潼关窑。今晚谁驻唱？多站点人去呗。今天可能没有什么观众上场，我觉得。赶快去，妹妹。18号晚上播，7:30。完了，我都吃饱了，我吃不下饭了。还是小姑娘。哎呀，为什么还没饭吃啊？现场的网搞好，必须啊！户外流动大舞台，哎呀，你也挺有想法的。来，11月18号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来，我来准备说了啊，来录屏的啊，来录屏，来，边吃东西边直播，要你管。来，准备录屏，家人们。我是唐毅，哎呀，不算了算了，我真的没化妆，等一下搞出去难看死了。化了妆再拍吧。唐毅，你为什么不卖货？我不经常卖货吗？你现在想要我卖货吗？那我现在上架了，上小黄车了。助力人数突破10万都已经不错了，还20万。
哎，行，那不说主持的事儿行吗？行，那不说主持的事儿行吗？啊？我化妆好不好看不关你的事，又不是给你看。哦，他那个人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是双十一，唐毅，你为什么不卖货？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对不对？这都是草莓，这都能看成草莓呀、啊！你们真的是服了，你们脑子里面都是啥？这是草莓，这是豆啊，长了一个月了，昨天又去挤豆了。多唱几首自己的歌，我开场就会唱自己的歌，放心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还没饭吃呢？我都饿死了。可以了吗？有眼睛的肌肉是吧？你是把我当做饭呢？我搞啊！不是，阿姨，我说这个东西是做早餐嘛，不是做饭嘛，你知道吧？就比如说你搞几个玉米。搞几个鸡蛋或者放点水果，然后就是搞点主食这样子。哎，来装饭了，就感觉在吃外卖一样。你这样子让我感觉，你这样让我感觉在吃外卖呢。小心病变，放心吧，不会病变的。总在那问啥？那问这个问那个，你关心什么啊？问这个问那个的人，这找什么呢？找事儿是吧？啊，补粉，对呀、啊，如果我想要遮住它，我搞点粉底就可以遮住它，我懒得遮了，懒得遮了。草莓味的痘痘，好恶心呢、啊，你真的。要几级的人才能去现场？这是一个景点，潼关窑它是一个景点。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进来，只是说我的粉丝他是免门票的啊、嗯，免门票，别在那带节奏，这那问这问那的，真的是问这问那的，长得一般，对，长得很一般，你说啥都对。参观一下房间吗？不可以。哇，吃饭喽！给他们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个饭是框到里面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搞？不想这个，我吃饭，我想拿碗吃啊，我不想这样子。你说要搞到里面，你看我就搞到里面。哎，就这么吃吧。我买了个早餐盘。想要放一些玉米水果那种，阿姨拿来装饭了。我这么多要干下去，拿一个那个东西给我，在这里这样吃，这样子把我垫起来，拿一个那个箱小箱子给我垫着。对呀，阿姨做的像外卖一样，我的天哪！做的像外卖呀、我在吃外卖。这啥？你没有钱吗？你们有没有钱？看看。啊，像外卖。啊，为什么要吃外卖？啊。买个勺子吧。明明是在家里吃饭，却吃出了外卖的感觉，我太痛苦了。本来我这个早餐盘是它是分格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分了格子三份，我就想要它就早餐的时候，你就往我这里放点水果，这边放点干粮啊或者什么，做成了外卖盘。你不吃啊？我吃啊，在里面呢。啊、哦，做成了外卖盘，干饭了，真的是。哦，干饭人，干饭盒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
在食堂吃饭的感觉，我真的没食欲了，怎么办？把那个珍姐，把那个抽风机关了吧。啊？抽风机关了，好吵啊。嗯。眼袋和你的眼珠子一样大，你的眼睛是有多小？我真的想死！哎呦，我不想吃。我这个就感觉我在饭食堂吃饭呢。拿个碗。我不是拿个碗的问题，而是这两个菜的问题。光有菜还得有菜碗嘞。不行了，这么装不好吃了，我就这么吃，今天就这么吃，下次不要这么装了啊，这样装很好，下次不要装装了。哦哟，我这样子吃多有食欲，你看你这样子装的多有食欲啊。幼儿园小朋友，哎，我这里面放了柠檬汁，好吃。让我感觉回到大学时候，员工餐。看哪下次还是。但是还是不放柠檬了，太酸了，我马上捞出来了，又都是柠檬味，哦，全是柠檬味，没有鸡肉的香味了。翻炒两下，马上就我直接把它捞出来了，还是滴几滴柠檬汁到里面，就不用里面翻炒。抖音怎么了？吃饭有几万人，我超喜欢看吃播啊，看吃播超爽，我跟你说。看吃播直播，就那种很解压，因为现在的人压力都非常大，就是如果你正常聊天大家可能不喜欢，但是你一边吃饭一边播，就像朋友在聊天一样，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对吧，很正常的事啊。不是吃，我在家里明明吃的是住家的饭，就吃出了外卖的感觉，痛苦吗？今晚户外哦，但今天我觉得现场可能有点冷啊，现场可能有点冷。我现在我感觉开的是冷空气，一点都没有热的感觉，对吧？对，关了算了。它不制热，它这个不制热的，它这个空调是不制热的。因为我那个夹手机的东西不见了，我夹手机的那个设备不知道去哪了，找不到了，我就临时代替了一下。看一下盒子里面有没有，有一只好像看到呀。哪个盒子啊？盒子里面我给你找找看。这个你不是上班的工作区。那都是没有，那都是面膜。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啊？哦，这是我自己买的衣服，不好看，对的。今晚在长沙后湖国际草坪，哎，是国际草坪吧，后湖草坪直播。这样吃饭我真的不是很爽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吃辣椒喉咙不舒服啊？我就吃辣椒喉咙就喜欢吃辣椒。广州还在吹风扇，真爽。
对，我也想拿到马蹄饭。拿来呀、啊！算了算了，就这样，今天就这么吃。拿个勺子吧，拿个勺子吧。拿勺子干嘛？你那个饭不好搞吗？好搞啊！深圳热死了，真能吃，那必须能吃。你我的，那元和哥，我跟你说不能吃。哎，拿个东西把头发扎起来吧。嗯，拿个东西把头发扎起来。我必须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不能吃的我怎么有精力跳啊？怎么有精力唱啊？对不对？必须要吃，人只有吃好睡好了，才有精力工作，才有精力减肥。哎，家人们，我有这么丑吗？我不化妆，被他们说的我丑的不行了，有吗？嗯。上点货，那电商不给力，你说咋整呢？电商去哪了？电商啊，啊，能给我上点吃的不？一边上点吃的，一边玩不行吗？哎呦，喂，来多久啊？我都下播了，你们在搞啥呢？我中午就在公在群里说了，你们没有人，对吗？先对付一下。你不是说昨天带回来吗？喂、啊，看呢、啊，看到了没有？你现在看了？马上啊，啊，不是拿，你没听懂吗？我那手机在直播、啊、你要龙城的喂，可以了吗？没有，没关系。哎呦，你们在想啥？啊，拜拜。吧唧嘴没有啊？吃我的，我这不浪费了吗？把这个搞到这里面不是一样的了？
我可能吃了，比你吃的多，我可能吃了。最近的食欲下降了，只能干一大碗饭。下次我吃火锅给你们直播好吗？下次我吃火锅给你们直播。我吃的是鸡，炒子鸡，不是连鸡。我们一起吃饭啊，头发都白了，哪里白了？没有，反光。哪里白了？大主播吃那么好，我这吃的好吗？我这不就是跟你们吃外卖一样吗？一个肉，一个素菜，不是吗？外卖咱们也可以点到啊，十几块钱就可以点到嘛，不是？11月18号晚上7点半，我的4周年庆典在我们长沙望城的潼关窑举行。届时会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来帮我助阵，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欢迎各位的到来哟。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吃饭，正常的女生打饭都打1两，我要12两，有时候还要加一点。有时候还要加一点。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打饭都打几两啊？啊！不要跟我这个手机发信息，我在直播，真的是。1斤呢，8两。都有谁？暂时定的3位是白小白老师、小白杨老师，还有冯提莫老师。冯提莫老师可能还会增加几位，最后等我们出来那个宣传照，哈，出来宣传照。周年庆不是过了吗？过了吗？我们的晚会也没有啊，晚会没有过啊。没有肉了，吃完了。啦啦啦啦。我们去哪里呀？
Timo。下午还没有，我还没把人数全部确定完。多吃点，太瘦了。好，你看我不是不浪费吗？西门大郎真改名字了。我们赐的名，西门啊，哦，是你啊，西门庆庆改成西门大郎了，啊。不是很辣，这辣椒看着很红，但是不是很辣。那不要送礼物了，还跟我说520，我天，给他点点关注啊，给西门大郎点关注。今天晚上啊，我们7:30在长沙户外啊，后湖黑湖公园户外，冻死拉倒。今天晚上我们不要门票，对呀，潼关窑本身是要门票的，但是我们的粉丝进来不用门票，会另开一个通道给大家。就是我们的4周年的粉丝宝宝过来不用门票啊。但是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到时候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铁粉宝宝们来到现场，因为我们的人员确实呢也有限，我们工作人员有限，如果到时候有什么安排不周的，希望大家多包涵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头发都白了，老了，80岁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包涵，然后我们会安排到时候在机场啊，或者高铁站会安排一些车去接你们，但是如果安排不周的地方，大家不要挑我的理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们肯定会有我们肯定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一定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。不下雨，那天不下雨，那天看着天气预报是不下雨的，位置在那个潼关窑，我们尽量把大家安排好，但是我肯定做不到每个人都满意的啊，好吗？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周年庆放在户外，前3年我们都是放在室内的吧，对吧？前3年都在室内，我就想今年不能再放室内了，咱们放户外去。谢谢峡谷，感谢。在那里播几天，蜂蜜到手是2罐。哎，已经上架了。家人们来，我们1号链接的这个苗老表的牛肉零食啊，5包到手49.9元，都是湘西的，黄牛肉。喂，珍珍。哎。白色的羽绒服。你上去帮他找一下吗？没有是吗？没有去买一件吗？谢谢峡谷。这个白色的羽绒服，啥时候买的呀？蜂蜜已经收到了，啊，收到了是吧？我们可以适合一罐的蜂蜜啊，
二号链接的蜂蜜可以适合一罐，好喝的留下，咱们不好喝只要退一罐就行了啊。什么时候桐花谣？我们的舞台大概可能十四号会去搭建舞台，十四号会去搭建舞台。脸上长痘了呗，脸上长痘呗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长痘子。我没有节食，我每天都吃得很饱，睡得好，吃得好。猕猴桃好吃，上架拿。你们小黄车逛一逛吧，小黄车你逛一逛吧。哎，突然间那个公屏转的好快哦。二号链接的蜂蜜啊，二号链接的蜂蜜是咱们村长的，这个蜂蜜都是土家蜂蜜，嗯。好大声哦！你看花生一会儿找不到他了，刚刚上餐桌呢，花生一会儿上，刚刚还上餐桌了。牛奶好喝啊，对吧？喝过牛奶的都知道好喝，都想回购。拍了还没到，嗯，现场的话我觉得几千人应该没问题吧。潼关窑也挺大的，我们那个舞台应该几千人没问题。嗯，活动几天，小唐同学，牛奶喝完了，牛奶喝完来，十一号链接的牛奶啊，闭眼拍，库存也不多，十一号链的牛奶啊，闭眼拍就行了。哦，花生酱我找到了，等一下啊。牛奶是三瓶，三箱啊，三箱79.9还是几十几啊？哎，走，抱不动了，花生，花生现在不怎么长了，因为给他做了一个手术。牛肉超好吃，这个牛肉，来，我推荐的这款牛肉，给你们。一号链接的牛肉为什么放第一个品？这个品就是大家吃过以后都会再回购的，吃完以后都觉得好吃，是湘西的黄牛肉，你知道吧？里面的肉好大一块，还是那种腱子肉，啊，5包49.9，以前它是4包加1包腊肉，这次我给大家申请的是5包牛肉，49.9。那个蜂蜜的话，你们可以先试喝啊，先试喝满意的留下啊，试喝一罐。花生瘦了，因为他做了一个手术以后，他就不怎么长胖了，我感觉，嗯，花生声音都变，他没声音了，他不怎么说话，12盒。一箱是12盒，一箱是12盒那个牛奶，嗯，洗啥手啊？哎，嗯，不能抱他，不能抱他，全是毛，不吃饭了，饭都吃不了了。嗯，全是毛在身上弄的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吗？羽绒服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要出门了他。啊，抱了一下他，你们的真的是我在吃饭没有，我就抱他。
真不喜欢被别人抱，猫都是一样，反正它是不喜欢被别人抱，抱它它，要不然就撸它，这样抱着它它就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好了，我吃完了，家人们，我没浪费哦，没浪费哦。哇，这个毛在天上飞呀，飞呀飞。它喜欢跳，它喜欢跑。它出去了。猫啊。真真。没有啊，现在在楼上啊，还没下来了。它不是找羽绒服吗？找到了呀。它找羽绒服是出门吗？对啊。那是出门还是不出门？是在吃饭吗？我在家吃饭了，肯定出去约会了。不能说。约会。约会。约会很奇怪吗？嗯。哎。哎。灰色的牛仔裤，嘘，小声点，我在直播。小祖宗在柜子里。小祖宗出去约会了呀。中间柜子里。你看你，我这都是骨头，我都吃光了，都没肉了。不要说我浪费行吗？这个菜我实在吃不了了，这个饭我也只剩一口。你这一次把它找完嘛？他刚才没做完吗？你问他要一次下多少？啊？他冷的，洗过了，因为上次很脏了，就洗了一下。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你看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然后里面有猫毛，你们还要我吃完？吃不了菜了。为什么这个菜叶子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梗子啊。没开呀，没开啥呀？来吧，一二三号链接，闭眼拍，没拍的闭眼拍啊！现在躺一大舞台号，直接拿了带货。逛一逛小黄蛇啊，没有毛了呀，没有了呀。哎，我上次阿姨，上次那个滚的滚的，好像在门口是吧？拿下去了。下面，嗯，长毛，约会没听到，嗯，出去约会了，嘴边上长了一个痘，嗯，什么灰色牛仔裤，羽绒服，约会啥的都没听到。牛奶又买了两单。牛奶是反正是要喝的嘛，是吧？牛奶反正要喝的，拍牛奶了，纯牛奶好喝，嗯。今天在哪里哭啊？今天晚上我们在后湖公园大草坪户外，后湖公园大草坪户外。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，我们过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呀。牛奶有奶香味是吧？嗯。脸上会长斑吗？长痘、长斑都会有。嗯。灯牌，咱们还是得有灯牌吧。就是免门票的那天，免门票的咱们通道还是要有灯牌的吧。今晚会不会冻傻？我感觉会，我感觉会冻傻。嗯。白了很正常呀，谁没白头发？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都长一两根白头发出来。今天一直在下雨，外面。
老是盯着我们白头发，盯着我的黑眼圈，盯着我的眼袋，盯着我的痘看啥呢？是不是挑刺儿？是不挑刺儿啊？嗨，我在直播哟。没事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可以下来，你下来，看不到你，你下来吧，我在直播哟。你要出门了？啊？去哪里啊？嗯，开麦了，你怎么穿去那里穿那个，去那里穿拖鞋去。你怎么没穿鞋子上去吗？你快穿拖鞋。哎呀，还给你蹭的，又沾一身毛。等一下，羽绒服不会沾。那脚上有好大的毛，你看。小心一点，你一说话好大声，来。我就是个大喇叭。这个不是我直播的，这么大声。来，你去哪呀？牛肉买了好帅。袜子都不穿。栗子好像看上帅小伙了。好帅，像明星，你们怎么看到了啊？理想男朋友的样子。嗯，今晚下雨怎么播？也得播啊，打的伞播呗。哎，我的鼻子不通，你是怎么感觉我鼻子不通的？我觉得挺通的呀。是你是不是这个耳机的你的耳朵的问题？我鼻子没有不通啊。帅，那必须，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他跟我长一模一样的，就每次别人看到他就会觉得，一看就是我，一看就是我的祖宗。气我吗？当然气了，气得很，我跟你说。而且现在他们上初中的这种，初中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自己初中的时候多叛逆。初中的时候就其实自己不成熟，但是总觉得自己好大了，不想被别人管，不想被父母管，对吧？然后嗯，然后那个像王俊凯，我问过他了，他没有想往艺人方面发展，没有。然后这证明一下啊，等下有人又在跟我造谣说我什么，说我离两次婚，有两个孩子，吓我一跳。就是很多人造谣说，而且我在那个什么地球视频哈，有时候刷到别人发我那些，下面全是有些人是专门黑我，说我两个孩子，说我离了两次婚啊。哎，不想叫糖宝，想改口叫什么？叫妈妈。不听话你怎么办？不听话，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啊，就教育孩子，我是这样，就是我会顺其自然。因为你在管的时候你也管不了啊，他也不会听你的啊，所以我想要顺其自然，就多鼓励他。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以前老是说他，哎，你这做不好那做不好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就多鼓励他，他做得好我就一直鼓励，他做得不好的
咱们侧面的说啊，不要去骂他。怎么办呢？那你到底离了几次？我就一个孩子，你说我离几次？离了四次，你说我四十次吧，好不好？现在初中的时候真的不好管，不管了，不想管。你打过没有？我就打过一次，我就打过他一次，那是因为他犯了原则上的错误。我一般都不打他，我一般不打他。所以跟大家聊一聊育儿的育儿经。哎呀，你太高了吧，你这么高啊。哎，这样看你好高啊，你现在1.7米啊？1.7米啊？啊？1.71米啊？才1.71米吗？不知道。你要不止吧？你我问你去哪？我送你吧。你不在直播吗？我没事啊，我可以送你啊。没事，你先直播啊，我让阿姨送呗。你是你是打地铁啊？坐地铁啊？我不想坐车。哦，他喜欢坐地铁，他老想坐地铁了。他最喜欢坐地铁，有时候我开车送他，他就觉得晕车，不想坐，他就坐地铁。可以送一下。你送一下他吧，你送一下他吧，你全放这里不管了。送好地铁站吧，要坐地铁去。那你等一下几点回来？我今天晚上去那个后湖大草坪那里直播，你来吗？不知道，我看吧。你有看啊？那我吧。来啊，你来嘛。好好好。但是好冷哦，但是好冷哦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你也喜欢坐地铁？看了吧，坐地铁他就是自己可以拿了手机玩一玩，听听音乐，他超喜欢听音乐，他超爱音乐，而且超爱打篮球，嗯。哇，声音好好听，对他变，真真说一句话。什么？他声音变深了，你是不是变深了已经？我不知道。我感觉变深了。突然穿了羽绒服了，你不要买点冬天的衣服吗？我买了。你去哪买呀？我在网上买的。你都在网上买。我好冷，你等下网上买吗？去。啊，我回来再买吧。你不买的话，你到时候到不了，你到学校去怎么办呢？买冲锋衣给学校。学校有冲锋衣，学校那个学校的校服你。你也没那么快到吗？还是有现成的？不知道。不看，不看。我走了吗？啊，你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来吧，咱们小黄车逛一逛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干啥呢？小黄车可以看看啊，都是一些你们必备的生活用品，而且他特别喜欢喝牛奶，每次牛奶的话，他都我去学校给他带好多，带一箱。我为什么家人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周六休息，就是周六我想陪一下他，有陪他吃饭呀，陪他去走一走啊，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父母现在的父母，像我们这种80后的父母，更多的对待孩子是陪伴。就是不是去教育他，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他，但是你去跟他讲道理，你去教育他，现在不想听了。现在孩子真的特别十几岁，他们已经你跟他讲道理，他会啊，我知道了，不想听，完全不想听你讲道理。你讲道理的时候他会很烦，因为他觉得他懂这道理，不需要你讲，你只能给他爱。